私谋利，那是公开的秘密。但没想，祭司总署也斗不过官僚相护，想必您一定对重庆失望了吧？我对重庆向来没有奢望，只是岂有不耻。一次一次突破我的想象。陈总经理，庞峰一直尊您为大哥，对您的重庆之行那是溢于言表，所以这次我贸然前来求您一见，就是想请您跟我一起替庞峰做些事儿。办事儿。您一定知道后方棉纱缺口剧增，军民无法保暖，前线医疗更是捉襟见肘。庞峰被捕前正筹备返回上海，往后方运输400吨棉纱。陈总经理，我想以庞峰的名义把这事儿办了，棉纱一旦到渝，我就申请重审庞峰走私案。这不是他已经死了，那至少可以还他一个好名声，为百姓着想的不该枉死。这是我的名片，对外我是上海富田商社的老板，实际我替重庆负责运输。福田先生，棉纱在上海属于日方严控的甲等物资，400吨棉纱不仅难度极大，且牵涉面积广，我不敢贸然答应。我明白，不为难您，但请您考虑，若是想详谈请致电名片电话即可。近日匆匆一见，您未必对我没有顾虑。陈总经理，山高水远，军常在。大哥，若有不测事也，以山高水远、军常在为准。福田身份属实，我有责任帮他把事情办成。但是，这400吨棉纱不在计划内，如果要筹集，我们还需要另外得到日本机构物资调配单。我问过道歉了，他会想办法。我非这么做不可，这样横生枝节恐怕会影响大局。你知道领瓜子跟我说过什么吗？我质问他为什么运到后方的货箱里会有精品，他告诉我他连瓜子干交通，运的全是甲等重要物资，百姓们缺什么他就顶着枪子运什么，将士们要什么他就拼了命送什么。棉瓜子过去就是一个贪图享受贪生怕死的人，
他刚才说的话，我都不知道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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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他
司马德面纱必须送，吴诺诺必须付出代价。陈毅志面露难色，不置可否。他与我合作，可能性究竟有多大？不必讨论可能性，他必然与你合作。哦，必然。庞峰与他情同手足，如今惨死。 若能雪冤，他必将全力以赴。他还真是有情有义啊！多年来，他对身边的人就像母亲护着小鸡一般，费尽心血，支持他们的追求，扶助他们的事业，捍卫他们的理想。为了这些，他甚至不计代价、不顾后果。你说他图什么？显然。 不在利益，而是另有所图。为了光，光，对。他认为能够帮他驱散心底黑暗的即为光，因此他偏执虚荣，要把自己乔扮成一个光明磊落的人。为了这些，他什么都可以不在乎。 400吨，那也不是小数目。如此光明磊落之人，能为日本人服务，为军部生产，去当一个汉奸，你觉得他能过得了心底那道坎儿吗？不能吧？那您的意思是？ 这400吨只是个引子，后边还有好戏呢，陈总经理，这是。 我愿意接受您的委托，筹集400吨面纱。正如您所说，这不仅仅是为了庞峰，更是为了一个利益。我若没有看错，这是指阵冯幽如擅自掠夺真贞统油厂期间，私自贩卖统油给沦陷区的罪人。实现正义，不仅是要还给庞峰一个清白。 更是要将罪人绳之以法。这组证据虽然是多年前收集的，但详实明确，冯幽如难以辩驳。况且，真贞同油厂并不是他在后方肆意掠夺的孤立，所以，只要您以此为证，必定会有更多的受害者站出来声援。 你放心。 此事交给我，一定办。